诸位同修，大家晚上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请看讲义第二章，认识佛教第五段，学佛入门。继续看第一题，三皈依。第三，知皈依僧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。这第三条，皈依僧。慧能大师《坛经》里头所说，僧者敬也，敬清净的敬。所以大师说皈依僧就是皈依净。从一切染污当中回过头来，依靠什么呢？依靠自信清净心。什么叫自信清净心呢？一切众生本有的觉悟啊，而我们今天不觉了，无始劫以来处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头时间太久了，染污的太严重了，所以叫不觉。马明菩萨《大乘起信论》上所说的，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。本觉就是你的佛性，就是我们的信德，我们的清净心本来有的。不觉，烦恼叫不觉，不觉本来没有啊，啊，不晓得什么时候念头一动了，才形成了后头的宇宙山河大地业因果报。那这一些呢，通通是在妄想杂念里头所形成的。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没有别人在创造，是你这个分别心、执着心、妄心变现这一切现象。那么既然是妄心所变，通通都是假的，要不然怎么叫它妄呢？啊，如果它是真实的，那是真心所现。大菩萨境界里头，一真法界，那才是真心所显现。六道凡夫十法界，通通都是唯心所现，妄心，唯识所变，分别执着。但是马明菩萨告诉我们，这本来没有啊，没有的这些跟我们久了，他本来是客人，这久了久了变成他是主人啊。你本来的主人是谁啊？
本觉，你的清净心，你的性德，其实一直跟着我们，这个叫本觉，本觉才是主人啊。但是这个本觉久了，你把它忽略了，忘了，忘了自己还有这个天真佛性，忘了自己原来可以做佛。虽然忘了，遇到佛法了，今天老师教我们皈依身，从你的迷惑颠倒，从你一切的行为染污，念头染污，回过头来依靠你自信本有的本觉。你要明白这个事实啊，这才真正是佛弟子的三皈依啊。所以你看他这个身，身是什么？身是清净的意思。在佛时代，僧团表清净。僧团为什么清净呢？因为僧团依着六合敬禅学，身口意三业清净，见和同解，戒和同修，利和同君。佛讲修行人能依着这六条戒律修学，你必定达到身心清净，而且不管人多少，和和大家没有争啊。那么我们今天拜佛做老师，我们皈依这样的清净僧团，清净僧团就好比一所学校一样啊。我打个比喻，像什么？像一座名校，你把小孩都送到高校去读书，那你为什么不送他去呢？因为这一所学校的名誉好，效率高。那我请问你，这一所高校里头是不是个个老师一定是出类拔萃的呢？不一定啊，里头可能还是有一些不怎么样的老师啊。啊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还把孩子送到高校去呢？万一你的孩子要遇到这个不怎么样的老师呢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我的孩子要进了这个高校啊，只要出来的文凭是这一所高校文凭，就值钱啦。那么诸位，你用这个比喻，这咱们今天僧团里头，特别是末法，出家人的素质本身自己就良莠不齐，就像这所学校一样，确实有很多修得不怎么样，修得不好，或者是完全不修，甚至有的是修错了，像这些出家人很多啊。那难道你这所高校里头就没有如理如法，就没有正知正见的出家人吗？有啊。所以佛教我们，你皈依僧不是皈依某一个出家人，你要皈依某一个出家人，万一这个出家人是不修的，是不如法的，那不就糟糕吗？我皈依的是皈依僧团，我把孩子送到学校，
我是送到高校去，我不是送给某一个老师帮我教啊。那么我这个小孩从这一所高校毕业了，他拿的是高校的文凭，不管是哪个老师教的。我今天皈依僧，我皈依的是清净僧团。那么皈依清净僧团，僧团有清净，僧团有和合的意思，也就是我秉持着僧团这清净的精神，这一种修学的纲领，做学生的我得到这个下手修行纲领之后，找跟我有缘的善知识老师，我依止他，但是我不是皈依他啊。你依止的这个出家人，这个善知识，他就是你的阿舍离，就是你的请教师，他就是你的和尚，我跟着他学啊。如果我觉得我的这个和尚啊不如法了，那么学善财童子礼辞而退。哎呀，感恩师父啊，过去也用心教导我了啊，我今天呢要到别的地方去参学了，绝对不会批评诋毁自己的老师，或者是我在和尚会下学毕业了，这个老师没有什么法教我了，啊，我要去深造，提升我的这个境界啊，还是学善财童子，礼辞而退，感恩老师这么多年的教导，我在你麾下成功了，毕业了，我今天要去跟其他的老师学了。那你的老师怎么办呢？老师一定赞同啊。如果说你在我麾下参学，我看看好像没什么教你了啊，你都学成功了吗？那没什么好教，你也没什么好学了，就是不愿意让你离开，那么这个不是好老师。好老师一定是你在我麾下参学，该学的你已经学了，甚至有的老师啊还把自己的学生保送到其他的学校去求学啊。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末法选善之时，而在一切的善之时里头，恩德对我最大的就是你的启蒙老师，当初第一个教你佛法的你念佛，当初第一个劝你信愿行求往生的，这个叫启蒙。没有他开出这一步路的话，可能我永远进不了佛门，可能我永远遇不到净土法门，或者我遇到了不见得我会相信。这样的在老师麾下参学，你这个做法，你这才真正是皈依僧的落实啊。目的是什么呢？老师教我的法是让我回归到自信清净心。那你在什么样的阶级啊，你就遇到什么样的老师，这个老师教会你了，你要提升境界，你就要找更高明的老师啊。总而言之，老师教给我的包括修学的方法，
就是引导我从过去的无知，从过去的染污，我今天懂得回头。我一直老师的教学，这个叫皈依僧。佛陀时代底下这些正果阿罗汉辟支佛菩萨都可以让你医治、你这个是真正的皈依僧。在我们今天末法僧团里头这些法师们、是不是值得你医治啊？那就见仁见智了，你自己看你的缘，你自己看看你进佛门来你要的是什么，那么你就懂得谁才是我的老师。一直老师之后，这个老师代表僧团。所以诸位，为什么受三皈依一定要礼请出家人为你传授？为什么不叫在家人为我传授三皈依？因为只有出家人才有资格列为僧宝，他是僧团的一份子，在家人不被列为僧团啊。既然不是僧团，那么他就不叫僧宝，是这个道理。而不是说我们出家人骄傲哦，你要皈依一定要找出家人，其实你就算找了出家人给你皈依，你也不是皈依他呀。而是出家人代表僧团给你做见证，证明你啊是真正发心皈依三宝。然后你皈依三宝之后，从染污回过头来一直清净，下面是老师教给我们的做什么呢？但愿众生同理大众，目的一切无碍。什么叫同理大众呢？在修学上，你能够以清净心来面对一切的人事物，这个叫做你能同理大众，而不被眼前这一切人事物左右了你。如果你是被自己生活上的这些人事物所掌控了，那么是大众同理了你呀、这个修学的境界，世尊在楞严会上所说的，若能转无则同如来，无一切人事物，一切境界，一切环境，面对着一切人事物，不管外头的境界怎么个变，但是我心里不变，我心如如不动，我有一个向心，我有一个原则，那么你不会被他同理。当外头境界动，我心不动，我看外头的人事物境界，我才看得清楚明了、清楚明了你就不糊涂了，你就不造罪业了嘛。
这才是修学的纲领啊。那么同理什么大众呢？我把它分为三个层次。佛法首先必须先落实在现实生活里头，你高谈阔论啊，已经远离了眼前现实，那么那个不叫学佛。真正学佛就在当下去获得。所以第一个同理大众，学了佛了，从一切然物回过头来依止你的清净心，同理我这一生啊，眼前的大众。谁是眼前的大众？第一个，你的恩爱眷属；第二个，你的冤亲债主。如何在顺境里头，你能做到不贪着、不留恋？我心如如不动啊，儿孙再怎么对我孝顺，再怎么对我好，我很开心啊。但是呢，我不迷，我不会因为说儿孙对我好，我就不想去极乐世界了。啊，冤亲债主现前，我要能够降服自己心中的不满、抱怨，甚至怨恨，并不因为这些冤亲债主常常来招惹我了，干扰了我的清净心。那想念安下心来念佛都做不到，那你呢？心已经被大众所转了，那现在我要转，是我转眼前。那怎么个转呢？你不能叫你的恩爱眷属，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样的对我好呢？你总不能叫冤亲债主，你能不能不要那么的讨厌我呢？求人难呐，求他不如求自己，求自己怎么样呢？心念转变，哦，恩爱眷属可以，你们要对我好，继续对我好，没关系。但是我知道，这是我们过去生的善缘。啊，这些冤亲债主呢，我一直都是以德报怨。你越对我不好，我就越对你好。但是看看好像你这个家伙啊，特别凶啊，啊，简直好像要我的老命一样啊。哎呀，那没关系。啊，只要我自己心里不抱怨，我自己心里啊不起这个恨，那你要报复，你要怨恨，你自己造业嘛。所以我们守住自己这颗心如如不动的时候，顺境里头不起贪着留恋，逆境里头不起怨恨不满。不管眼前这些人事物怎么样的转变，我心里如如不动。所谓如如不动，不会再引发起我心中的贪着跟抱怨。那这就是学佛眼前第一个，你要同理眼前的大众。你能这样同理啦，这就叫若能转悟啊。你已经转了，恩爱眷属有没有说停止不对你好了啦？啊，照样对你很好。冤亲债主有没有停止不再怨恨你啦？没有，他照样怨恨我。
但是我没有求他们改变，我自己做改变。我只要把这个心态，把这个心境做个调整，我这个时候回过头来，我转悟了，眼前的这些现象已经被我转了，已经不会再影响我的起心动念了。要不以前的话呢，遇到这个冤家对头的时候，耳朵边听到啊，他对我们一点点的这些批评诽谤，哦，我们心里好像那个刀刺在心窝一样啊。那你就被他转了嘛。啊，但是今天听到这一切的批评，我们第一个念头想求的反求诸己。人家这样批评我们有吗？这个叫反求诸己。哦，如果他说的真的是这样的，那我们对他要感恩。今天谁还能够说我们的错啊？啊，父母也不太敢讲了。老师，你今天找不到老师了。说实在的，我们今天在学佛修学上没有老师，只有靠这些人的胡说八道啊。你别老是把他讲的话当成胡说八道啊，他有时候这些胡说八道里头是经典名言啊。耳朵听人家批评我的啊，一条一条列出来反求诸己。人家说对了，有则改过；他冤枉我的，无则加勉。我没做嘛，给他冤枉一下，又有什么大不了呢？需要去找他争辩？不需要。啊，你能够遇到这样的事情，还能够一切的这些侮辱、陷害、批评、诽谤，你都能够如如不动，这就是佛陀所说的无争三昧。你已经在这个争论里头，你已经证到三昧了。啊，听到人家说我们不好的，我们就理直气壮要去找人家理论。啊，你这个修行功夫还没到家。所以人家对我们一切的这些批评，就把它当成是老师的教导。那你说该不该感恩他呢？也就只有他敢讲我们的过失啊。有人能讲我们的过失，你才有机会听到自己啊究竟错在哪。如果人一生中啊天天只喜欢听好听的话，啊，喜欢听旁边的人对你恭敬恭维，那你这个人就注定完蛋。啊，你这一辈子完了。而当听到人家批评我们、侮辱我们的话的时候，我们能够闻谤反省，你才真正叫修行人。这样子你并没有去改变，要求你的冤亲债主可不可以不要这样恨我啊。啊，他该怎么恨你啊，他改变不了。那我们自己呢，以德报怨。人家越对我们不好，我们也要越对他恭敬。啊，人家对我们不好，我们要跟他对抗的话，哦，他觉得有对手了。哦，他那个对抗就越猛，那我们呢就静静。啊，对他越是恭敬，他就像什么呢？他就算是一个大力士，啊，力气很大，一拳就可以打死一头牛。但是为什么打不死你呢？因为啊，他这一拳好像打在棉花上面，
啊，那个力量能够打死一头牛，但是现在打在棉花上，白费力气呀。棉花是什么呢？不理他，啊。再过若干时，你再看他。寒山拾得这一句名言，真的是在让我们在自己生活里头，你懂得这样做的话，你才是开心快乐的人。所以遇到这些事情的话，无需去争辩，无需去理论，人家拳头打过来，我就变成棉花啊，让你无处借力。久了久了，他也就累了，累了他就不说了啊。那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日子好过。诸位，从以前想着要跟人家争，想着要跟人家斗啊，想着师父，我就是一口气不顺，我就是要争这一口气。那我告诉你，最好争的这一口气就是什么呢？把你自己变成棉花。啊，他这一拳打下来毫无着力，我这一口气就争回来了。啊，如果他这一拳打过去的话呢，结结实实的打在一个硬物上的话，啊，他感觉到很开心呐，总算被我打到了。我们今天要做到以柔克刚啊，但是我们不是跟他对抗啊，我们也不是懦弱，我们也不是在逃避啊，我们真正要学无争。那么你想，你能有这样心量，眼前的人事物没有改变，但是你已经同理了眼前大众。你这样的学佛，这一生决定开心快乐，因为你是从真心里头做出来的呀，你不是虚情假意的呀，啊，不是说哦，师父说这边这个人打我，我就要变成棉花，变成棉花以后呢，然后又再去那边跟那个人抱怨，你看到没有，他打我，哎，那这个叫虚情假意啊。我们真正这样的去转变，让我们心得到清净，你就从以前的一切染污，你回过头来了，归一净啊，这是指眼前。第二呢，临命终的时候，临命终的时候如何同理大众？第一个，你的烦恼大众。那要同理临命终的这个烦恼，平时这一句佛号就要多下功夫。你这句佛号要念到平时都能伏烦恼，临命终的时候才管用。如果平时这句佛号不能帮我伏烦恼的话，恐怕到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你想念念不出来，或者念出来呢，但是没力量，好像一个什么，你平时是一个大力士啊，孔武有力啊，你不会游泳，掉在水里头去，任你力气再大，那通通就不管用。所以平时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，就是要把训练念佛的方法念对了，佛号一一出口入耳，嘴巴念，耳朵专心听，这样的方法训练自己，让自己这个摄心专心听功能越来越强大啊，
不管我前一念啊还在烦恼忧虑牵挂什么事情啊，总而言之，我只要这一句阿弥陀佛一念起来的时候，刚才啊才刚刚而已，那一些烦恼忧虑牵挂就化为没有了啊，这个叫做伏烦恼啊。当然了，功夫差的人是什么呢？一不念佛的时候的烦恼他又回来了啊。大概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啊。来，一支香念佛的时候，或者在家里念佛，一盘起腿来啊，也佛号一一出口入耳哦，这个时候你觉得很自在很清净，就好像没有妄想杂念一样，腿一放下来，那些杂念妄想啊通通又回来了。但是正在念佛的时候啊，能够一个妄念都没有，了不起啦。你说我们自己念佛，从年轻念到老，念了几十年，还不是照样一边念佛一边打妄想，一边念佛一边睡觉啦啊。所以现在就是要这样的修学，先学到佛号一念起来的时候，他妄念自然没有啊。然后再训练到，当我啊没有在用脑思维东西的时候啊，就是说空闲的时候了啊，当我念头一空闲下来的时候呢，心中的阿弥陀佛名号它自自然然就升起来，不是我叫他念的哦。我们现在念佛啊还要提醒自己念佛嘞，给自己定早晚课，给自己每一天定课，一定要念多少千声多少万声啊，这个都是定好的，哪一天忙的时候就没念了。那从你刚才那个念佛伏烦恼的功夫，一定要提升到只要我念头一放下的时候啊，心中他那句阿弥陀佛他自自然然就上来。这为什么说我们念佛人呢，现在啊当然没有这种功夫了，所以只好借用什么呢？借用念佛机啊。你看家里放着念佛机，你一开车的时候啊就听到佛号的声音啊，或者有的甚至把念佛机啊收在口袋里头，适当的时候呢就开着念佛机的声音，的目的就是要提醒自己念佛啊。还有一个方法，手上挂着念珠。手上为什么挂念珠啊？念佛人要常常佛不离口，珠不离手，一看到念珠，哎呀，就提醒自己要念佛啊。不是叫你挂着念珠向人家炫耀，跟人家比，你知道我这条念珠多少钱买的吗？不是搞这个呀，啊，目的就是要你借着外缘境界提醒自己要念佛。到什么时候都不需要这些外缘境界，不需要等听到念佛机的声音，不需要等你看到念珠，念头一放下去，阿弥陀佛就升起来啊。前面那个叫作意念，这个叫不作意念，就是不经意他就念起来。能念到这样功夫的时候，那保证你平时的日子里头你常常都在念佛。那不一定是要去念佛堂念佛啊，你那个时候已经是一切时一切处，你就能够时时知道念佛。有这样的功夫的时候，到晚年临命中你要念佛求往生，才有机会叫功夫得力啊。没有这种功夫境界，你说晚年要靠助念团在旁边给我助念，这个不保证啊。助念团都叫助念啦，不是正念啦。正念是什么？正念是你自己的念头，这个时候你还念得出来吗啊？
旁边人家给你助念，这个叫作意念啦，你已经耳朵听到佛号的声音了，你都不能安下心来念佛，怎么求往生？莫要忘记临命终的时候那种念佛，跟你平时在念佛堂打佛七的念佛那可差得多。平时那种念佛叫在静中念佛，静是安静，没有人干扰你啊，几十个人打佛七异口同音啊，哎呀人气又很舒服啊，拜殿又很舒服啊，在这个完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要你转心啊，念到一心容易。你不信，你在念佛堂之后你说我念佛念得恒心清净是吗？回家啊，电视机一开，特别开大声一点，然后专找你最喜欢的电视连续剧，然后你眼睛就瞪着电视连续剧啊，然后你一边看戏一边念佛，一支香念下来，恐怕是佛号一句都没听到，那个电视剧里头的剧情啊，您可以倒背如流。你刚才在这个念佛堂的时候，你不是念得很专心吗？怎么回到电视机那边，一个电视剧把你给考倒了？同样的道理，到临命终的时候，兵荒马乱啊，快要死之前，四大分离。那种痛苦你还能安心念佛吗？所以这个临命中的烦恼大众就要在平时同理，你要能够掌控它，没有别的方法。这一句阿弥陀佛越多越好啊，就是训练自己啊。临命中要同理的是可能障碍你求往生的冤亲债主大众啊，这个跟刚才眼前的冤亲债主就不一样了。眼前的冤亲债主是你看到的，这个冤亲债主是你不知道的，什么时候来你都不知道啊，怎么要干扰你你也不知道，等到临命终的时候你意识到了，来不及了。这些冤亲债主他就是来障碍你的，他不要你修功德，他不希望你往生极乐世界，他希望你留在六道里头，这样子咱们两个的账啊才能够算。往往这些冤亲债主多多都是过去生你杀生害命，所以为什么佛一定鼓励我们要戒杀啊，不要害众生的命啊，不要吃肉啊，原因就是这些肉被我们吃了，命被你害了，六道里头冤冤相报没完没了，他就等在这个时候他来呀、啊、他要这一障碍的话你又不能往生了、啊、可惜啊。那像这一些冤亲债主，这无形的冤亲债主啊，就从你现在起啊，修大慈悲心，有福报，心量大，心地慈悲的功德，每一次做完功课都回向给累劫冤亲债主啊，那么只要你修到的是功德，你念头一动，我也不知道我这些冤亲债主在哪儿，但是我相信我心真诚，我心忏悔啊，这是真忏悔哦，过去生我对不起你们啊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今天我用学佛的功德，我把功德回向给你们，希望能跟你们化解冤结。这冤结要一化解的话，就表示对方啊接受你的忏悔，接受你功德的回向，等于是都收了你的礼了。
他都不好意思再来向你讨债了吗？啊，那么多多这些无形的冤亲债主啊，在你还没临命中都化解冤结了啊，所以就要从现在开始天天这样的回向给累劫冤亲债主啊，不要等到快要死的时候。为什么？你都快要死了，那冤亲债主都追到门口来了，你才要把功德回向给人家，你说他能接受吗？啊，都到你家门口来了，他一进门就要了你的老命了，他不愿意接受了，就要趁什么呢？他还没意识到我对不起他，我先把功德送过去，不要等到人家来讨，我们才要还人家，啊，那个真诚心就少了一点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要解决临命终时冤亲债主的这些障碍，就是从自己平时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们，而回向他们能不能接受，最大的关键在于我们做的人自己呀，你认不认错？如果你今天回向的原因是我怕你呀，在我快要死的时候来要债，所以我不得已我才把功德回向给你，这个叫不是真心诚意。所谓真心诚意的回向，那是我忏悔，我承认我过去真的是错了。哎，这两个人有冤亲债主的债呀，不一定都是你错了，有可能是他的错了，没关系，是他的错还是叫我的错，你要有这个心量。所以不管是你错也好，我错也好，现在通通就算我错，然后我没有任何的条件，不是说我功德回向给你啊，我求求你们，我临命终的时候不要来报仇啊。他心里想，我本来都没想要去报仇的，你一提醒了我就去了，那不要啊，就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。哎呀，过去生我无知，我杀生吃肉，我害了你们，现在我学佛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所以我今天呢把功德回向给你们，哇，我要跟你们化解冤结啊，这才叫做真实的忏悔。只要你功夫修得够，这一些冤亲债主都能接受你功德的忏悔啊，接受你的回向，那么临命终的时候没有烦恼障碍，没有这个冤亲债主的障碍，你这一生念佛临命终的时候，你同理了这个障碍你往生的大众，这个才真正是叫同理大众啊。那么这一切都过关了，在皈依法里头啊，现实人生里头你已经懂得圆融，所以你没有烦恼。在皈依僧里头你懂得转无，转变自己，你的花报幸福快乐自在安详，临命终的时候你早就解决了烦恼大众冤亲债主大众。我们念佛的啦，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么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之后，道家慈航回过头来度众生，同样的你回来度众生，你一样遇到很多障碍啊。但是这个呢是往生以后的事情，我们不必操这个心。你能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之后，
借助阿惟越智，你都是大菩萨的境界，你自然有能力来解决你度众生的这些障碍。那么眼前我们说落实在我们修行上，那今天拜佛做老师，老师叫你皈依僧，从一切染污里头回过头来，今天我依靠清净心。换一句话说，不管修什么法门，一切行门净心为要，念佛一心不乱是净心啊，就是要你放下你的烦恼，依靠着你修行得来的这个清净心，用清净心来同理刚才说的这些大众，目的一切无障碍。一切无障碍，这才是皈依僧的目标啊。这一生现实人生里头活着没有障碍，你要有很多冤家对头，你处处都是障碍。这个八苦里头有一条说的怨憎会苦，什么叫怨憎会苦呢？天天遇到你呀、看不顺眼的人，不管是你讨厌他还是他讨厌你，那我们现实人生里头看得多了。我问你，遇到冤家对头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影响了你的心情呢？啊，你本来这个心情是很好的，去参加一个晚宴呢、那么巧啊，坐在你旁边那个就30年没讲话的死冤家对头，我告诉你，你这场晚宴你也没什么心了。啊，不要说世间法里头的佛门里头一样啊，你看这同修啊，到念佛台来念佛的时候，他先找找看看位置，看看哦，这个跟我没有讲话的，所以我不要坐在他旁边，我也不要坐在他后面，我要坐远一点。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呢？啊，如果有的话，那要好好的忏悔，下一次找位置专找大冤家的旁边坐。啊，你不要老想着，哎呀，师父啊，他会瞪我眼睛啊，他又会凶我啊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们以德报怨嘛，人家越对我们不好啊，他越瞪我，我就跟他笑一下。那么首先是训练你自己啊，坐在大冤家旁边念佛，你能不能调伏你不平的心？你先不要去管他啊，先问你自己，你要能调伏的话，你成功了。修行是修自己呀、他调不调是他的事啊，他要搞六道轮回，我跟他一起去吗？你要不陪在大冤家旁边坐的话，你怎么去调啊？你现在不调，等到你临命终的时候，就他来给你助念。哦，幸亏师父讲的对，我以前已经调过了，所以每次我念佛都坐在他旁边，现在我要助念的时候，他来站在我身边助念，我不怕了，我已经习惯了嘛。这就叫缘啊，所以眼前你能调，一切无障碍，临命终的时候，那就自自然然的一切无障碍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你别忘了，你天天都在功德回向啊，回向给那些累劫冤亲债主啊，不障碍我啊，化解冤结了。你从西方极乐世界道家慈航回来度他们，你再给他们讲经说法，那就都叫一切无障碍，他一听他就能接受。那今天我们啊讲经的时候呢，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喜欢听我们讲经呢？啊，都是过去我们自己没修，就是没有像这样的一直功德回向，一直功德回向，又老喜欢跟人家结冤仇，
所以你今天纵然做了菩萨，你讲经全部人都走开了，没有人愿意听你讲。所以现世我们就要修将来的果报。那你看，一个人能够从染污心这小的心量，从自私自利心里头，你回过头来皈依净，那你说你是不是真正的利益同利大众一切无碍呀？诸位，这就是你呀，第一天进佛门来拜老师，老师给我们这三堂功课，叫你第一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皈依觉，皈依佛，要懂得体解成佛之道，发无上菩提心，要懂得体解轮回之道，发求出离的心，要懂得体解人生之道，发看破放下的心，你才能够成就啊。老师给我们第二堂功课是皈依法，第一步要念的经就是你世俗那一部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你先把它念通了念顺了，再来念佛经。家里那一部经不懂得念，你念佛经没用。所以深入世法经藏，开什么智慧呢？你要懂得在世间法里头圆融运用啊，不要说来到佛堂看到师父就看到亲爹娘一样，回到家看到自己的亲爹娘就看到仇人一样啊！你这个就不懂得念经。第二，学佛是要你求出离的，所以你皈依法深入出世法的经藏，就是这些经哪些方法是教我要认真修行要处理六道轮回的，让你有长智慧，让你不要被世界的这些假象给骗了。那么出了轮回之后啊，还要回来度众生，再深入佛法的经藏。佛法的经藏告诉你上求下化，你那个时候你有菩萨的智慧，叫你皈依僧不是皈依某个出家人，所以我皈依僧团，我皈依自信境，我对僧团里头这些出家人不管有修没修，有证没证，如法不如法，只要他是出家人，他是世尊的僧宝，我都对他恭敬。我恭敬他什么？我恭敬他也有自信敬，我恭敬他身上的这一身袈裟。那么至于我跟谁学呢？那你自己找了，找跟你有缘，找你觉得值得我学习的善知识，做你的和尚。那么跟着他学之后，老师一定教你同理眼前大众一切无碍，同理临命中的大众一切无碍，这两个同理了，你将来做了菩萨了，你才能道驾慈航普度众生的时候，你才能够一切无障碍，这样子你才叫做三皈依落实啊。那么就是怕我们新出拜了老师之后把这三条给忘了，所以祖师大德把华严经里头这三皈依三条啊，把它定为我们的早课念一遍，晚课念一遍，就是让我们早课提醒一遍，晚课提醒一遍，是这个用意。但是真正是只要你明白道理了，又曾经恭恭敬敬的在泥塑木雕佛像老师面前呢、把这个誓词啊
法院发三次，就等于是你已经完成了拜师仪式，以后还要不要再皈依呢？不皈依也没所谓，你已经皈依了，只是三十年前拜了老师，等于是学校报了名要去读书，但是这三十年从来没去读。佛陀这个学校有没有把我的名除掉呢？没有，你的名还在。所以接着后面你怎么去上课啦？啊，你说佛里头还有上课的呀？有啊，不只是课堂要上课，生活里头还要上课。那你问上什么课呢？五戒，上五戒的课程，让我们如何遵守着五条戒，在自己现实人生里头把人做到。所以三皈依是报名拜老师入门，真正读书做功课交作业是五条戒律。好，今天时间到，三皈依为大家报告到此地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